大家好，在今天的分享里面，我想和大家聊一下如何更好更有效地安慰别人。设想一下，你的朋友刚刚失去一个亲人，你自己患上了一种罕见的癌症或者白血病，或者遭遇了残疾这样的一些情况，你应该怎么样去安慰你的朋友？亦或者你希望别人怎么样去安慰你呢？人们对于疾病、死亡或者是负面的情绪总有本能性的排斥，但是我们不去谈论他们并不代表他们不存在。That's just being part of normal human life. That's just part of being human being. 那我们如何更好的去安慰别人呢？首先和大家说两个概念，一个是 sympathy， 一个是 empathy。 sympathy 是同情的意思，而 empathy 是共情的意思。可能用一个例子能够更好的解释二者的区别，就比如说一个人掉到了一个洞穴里面，sympathy 同情就是你在洞口看着那个掉进去的人跟他说，哎呀你好可怜啊，而 empathy 共情则意味着你会拿一个梯子下到洞里面，跟那个人待在一起，体会他的痛苦，并且给他提供陪伴。设想下，如果你的朋友刚刚失去他的亲人，你会怎么样安慰他呢？你可能会跟他说，没事，一切都会过去的。你可能跟他说，你需要的只是时间，过几年就没事了。你可能跟他说，一切都会变好的。但是这样的话其实并不能安慰到那个受伤的人，相反会创造很大的距离感，让他觉得你并不了解他现在真正在经历的痛苦。要想更好的去跟别人共情或者提供支持安慰，第一步你需要真实的去接受他的情绪。人悲伤难过愤怒的时候会哭，那些都是非常正常的行为，所以尝试去接受，而不是去给那些负面的情绪贴上标签，说他们是不好的，告诉那个人你别哭，告诉那个人你别生气，不要尝试去帮他们把那些坏情绪给推开，相反的去接受和帮助那个人，陪伴他，让他去 normalize 正常化他的这样的一些负面的情绪，告诉他 it's okay。 其次，不要去 try very hard to fix a problem。 别人的生活，别人在经历的一切，你不是在那个情境中真正经历痛苦的人，所以你不要去评价任何的东西。相反的，你可以把这个主动权交给那个人，你可以问他说，我可以做些什么帮助你，或者是我知道你在经历一件很痛苦的事情，我知道这件事情给你带来很大的困扰，我在这儿，如果你有任何需要我帮助的地方， feel free to let me know， 告诉我就好了。最后则是接受人和人之间的 boundary， 人际的边界，因为每个人在处理这些很复杂很困难很负面的情绪的时候，都会有自己独特的并且自己觉得康复的方式，尝试去尊重对方，给他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去处理自己所有的情绪和自己的问题。他其实需要的并不是你去真正在他的生活里面解决他的问题，解决他的情绪，而是说他在经历这段痛苦的过程中，他有你的支持，有你的陪伴，有你的理解，他并不孤单。所以whatever you do it's already good enough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啦，希望我分享的东西能够真真切切地帮助到你，拜拜。